有天我睡醒，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。可等我站起身来，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。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，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。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？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？还想着创造你的宇宙，但现在已经被我清空。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，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？Wake up me，不是你的意愿，离开我开始新的起点。可能我还会对你贪恋，谁让你曾经让我疯癫？